阳光明媚的一天，哎，安姐，早啊！早啊！睡得好吗？嗯，睡得好吗？还行。你睡得好吗？我还行啊。干不干？没有感觉。躺着就睡着了是吧？哎，你好，早上好。Hey man， 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努力，加油，八分图强。姜，什么？你要喝咖啡吗？要，谢谢你。Okay. 哎呀，石头姐姐，来吧，您喝咖啡，来碰一下啊！加油啊，今天努力，努力奋斗。看鸡了吗？还没去呢，我刚进来，我一会儿去吧。我说实话，没看到那几只鸡在哪儿，那鸡在哪儿？很想去看看它有没有。走吧。下蛋。我的滑蛋虾仁就靠你俩了。我感觉咱第一天可能应该不会下，嗯，就他第一天过来一般都有点那个应激反应，鸡哈，对，哦，放这儿了，小心啊，小心。这个鸡为什么不在这，不进这窝里呢？来搜索一下，怎么能让鸡进大好的窝呢？给它抱进来。好吧，没有这种说法，那也得先喂吧，先喂点吧。我把它引过来，引到你们自己的鸡圈里。喂完了吗？喂完了。喂完了，那走吧。走吧。嘿嘿。哥。成功啊。嘿。下了哦，真的。但这一颗我怀疑是那只，就不是跟他们在一块儿那只鸡下。哦，那个不是芦花鸡是吧？所以颜色不一样。这肯定是他们下的，我觉得。你的蛋有着落了，来，你好。就这俩蛋啊，我觉得炒出花来。这俩蛋先别炒了吧，这纪念一下。你别放坏了啊！别又放坏了。馅儿上是不是？我觉得馅儿，咱放冰箱里了吧。冰箱。别放了，哥！我给他，我千万我不会挤到他的。这我们家的鸡，第一天下的蛋，要仪式感一下，对吧？摆一摆。看，见过插花的，没见过插蛋的是吧？你是第一个。五香酥，真的真香。咱们按什么怎么放呢？是不是得分分大小什么的呀？什么按什么中国小说、外国小说这样说。这是孙老师的书吧？
嗯，这应该都是他的书。应该是《昆虫记》。嗯，外国的。放这排，我们先往上放吧。走到人生边上，顶尖导购的秘密。莫高窟。哦。左手催眠术，右手冥想术。哦呦！哦，哇！写的什么呀？那是第十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9年度表彰，年度男演员提名荣誉。哇哦！这是不是？是他的荣誉啊。对啊。先放下吧。记住这事儿了。我是个大师，让一个82岁的大师带您见识玄学背后的古老智慧和江湖猫腻。这个好像感觉很想打开看一看。事业锦囊与如何正确起步，这个应该怎么分类？挺杂的，反正。对。催眠术圣经，我的天哪！催眠术圣经，好想看呀！我学学催眠。冥想5分钟等于熟睡1小时。嗯，反正这一篇。哇，我就去，我好想看看这本。哪一本？走吧，我们走。我们要不要带两盆花过去？他问的话也可以。对。跟他讲。哎呀，拿过来了，放这边。装饰一下吧，把这边。放在这里的话，记得要喷水哦，哈。啊。那里，要么小满的头那里。这个是不是直接放这里？哦，不行。放不进去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往这放，这挺合适的。让他们在一起的话，反而浇水就好浇。这个有点喷水。客人来了，早上好，请进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哎呦，是徐，哎，张建国，小马啊，我们来了，让人坐，哎，哇，真好这个地方。哎，小白，你乖哦！哎呦，他真乖，生人他也不怕的、哦。对，小白每次我们即兴的时候、演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都可配合我们，一叫就过来了，真的，戏可好了。小白，给我带走吗？能不这么自私吗？林家川，洗澡你给他洗过吗？过来，姐姐过来。小白，乖。你要是不跟我在一块待着，你会想我吗？小白，你怎么这么有戏？哎呀。恭喜演员了！来，我帮你们弄什么？帮我们，您先坐一会儿，先那个喝杯茶，然后吃点水果。我们把那个菜都洗一下。我来洗。你来洗。啊。刚才我来弄吧，没事。我来，我俩一块儿也可以。太远，咱俩一块儿。他们现在这个有点远。真是有点远。对，有点远。我呢，他俩正好，我得垫脚。是吧？你都得垫脚，我垫脚，他俩这。为他们安的吧？对，得让年轻人多干点活。应该的。好的呀。你加水是吧？你我来。你弄多少水？那肠弄好了吗？肠，你加水，我铺上去就行。好的。把你米饭喜欢吃软一点还是硬一点？无所谓。无所谓啊，好。中等。中等啊。你放水有那么准吗？哎呀，你看，你说。拿咱这个是吗？1个小时以后，啊，咱就见分晓。行，正好啊。好，得这样，得这一片一片的来。来，吴老师，我给您
我平时站在这里，我觉得这个苹果，我看看啊，够了，我觉得会好很多，可以的，好很多，好，行。这个它中间，就是那个火腿，小心手啊。太棒了，蘸薄一点好好吃。不用太多，再有个几片应该就行了。我在想，用这个炒菜是不是可以不放盐？我可以，它本身就是咸，它本身就挺咸的，对吧？我想尝一口，这应该是熟的。不熟不熟，不熟的。不熟吗？不熟。那火腿一般不都熟的吗？我买的时候他们说不是熟的，我以为是熟的。差不多。够，足够。您坐呗，我给你泡个茶就行。我给你拿过来吧。好。你要坐着吗？还站着也行。哦，我站着吧，我喜欢站。对。因为坐多了，这个腿反而疼。没有人可以拘束吴老师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自由的精灵。少女精灵说的是。对，吴老师说，我都忘了自己年纪了。嗯。我女儿也很早就跟我说，说妈，你就不要记住你有多大，我不过生日。所以我根本就不太记，是近年来有人采访我才算我多大。那会儿我们拍新居的时候，您演海清的邻居。对对对，邻居。我就觉得呀，我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台词记得这么准确，表演肯怎么可以这么自然。后来我发现啊，其实有一个奥妙啊，就是非常放松。因为什么？你台词我们有时候改，吴老师随便的，你改吧，因为他真听的，他就接了。但关键是什么？他那个放松的状态，那你对手都很安定的感觉，很有安全感，他就很放松演戏。因为真的是得真听真看。当然当然。因为对手的台词他很可能他就忘了，他把后头的一句提过来，你的反应必然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对，所以真的是真听真看。明天呢，我做一个煎豆腐。蒸一条鱼，我吃快速啊，好点虾仁呗，那有虾吗？上锅，哇，好香啊。炒虾仁必须上脸，上火，上火。我就弄一个素的，火腿可以炒个什么青菜吗？我就菜好了，我就拿上去了。怎么那么多水呀？就是这样，越炒越多水。我怎么觉得我失败了呢？行，怕什么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怎么这么多水呀？我不行，我得尝一口，我害怕。好像真的很咸。没事儿，不慌啊。
又放盐？没放盐，没放盐，火腿太多了。火腿一般放五片，五片就够了。可以把火腿夹走，然后放点热水进去，过一下水，倒掉它。好的。小问题。感觉没了，要不然这道菜算了吧。没事没事。准备一个类似给装点汤的那种碗啊。要是拿不出来怎么办？谁可以救救我？还是下不了手哈。我决定上手。用这个行不行？弄不住，没事。这个方法，拿多点布哈。起，好 ，OK。里面要不要拿出来？别拿，你现在一拿会烂的、啊、这个鱼啊，不用讲究好不好看，东西是讲好吃的。好，小鱼。哦，哇哦，哇哦。我想给咱们做一个蘸你的排骨的那个酱汁。好香，我这个蚝油白糖给我来一大勺。一好，小碗来盛米饭吃饭。吃饭很丰盛，你看这个色彩多好。你鼓励我们，鼓励我给奶奶蘸这个汁来拆东西。呀，这已经有了。这也是酱蘸汁吃，它又更好吃了。哦，给你。蛋的话可以加盐啊。好。嗯，简简单单的。这个菜你做的很好吃。对。嗯。我们广东青菜就两种做法，一个叫炒，另外一个叫上汤。对。甚至有时候白开水。放点盐，焯熟就上。我爸妈已经进阶到就白灼是什么都不加，盐都不加。是是是，我爸也讲，经常连盐都不放了。盐味，对，不加任何调料。对，这是真正的白灼。吃习惯了。北方家里冬天的时候条件没那么好，都睡那个炕嘛，屋里就冬天就凉嘛，然后家里做完菜饭呢，赶紧端上来，孩子要不吃啊，然后父母就会特别着急，急切的，就是带着那个有点脾气的。说一句特别爱的话，就是赶紧吃，不吃凉了，就没法好好说。一好好说了吧，好像就没那个味道了，就又急，然后又关切，就包含着那种哎，北方的爱。人家南方说的是赶紧吃，不吃就馊了。太热了，南方是这样，你饭可以不吃，汤必须给我喝。对，不知道我们以后啊。到了吴老师的年纪，我们能不能忘记年龄？他就说，记者不问他，他都忘记自己，就不想这事情。嗯，这特别好。您的生物钟是几点钟起床？早上六点多，六点半左右，基本固定的了。嗯，我从60多岁就这样。嗯，晚上呢？平时都几点睡？晚上就是12点1点。啊，12点1点睡觉？对。睡得不太多。那我好奇一个事儿，就剧组拍戏的时候，那台词你是提前一天晚上看，还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看？我提前一天晚上看，就念几十遍，然后就背下来了。对，要是一句两句的那个，用不着念几十遍，就是大段的我会，念上它25到30遍。嗯，我是要把别人的台词也要念进去。我不单单的念我自己，您都念了，对，包括旁白念一念。对，因为你念了这个整个这一场戏，嗯，反而会记得住。你比如说，这个宋文讲一个故事哈，我们听一遍就能记住，我们能够复述。就是如果你单单记自己的台词，反而记不住。对，明白，明白。小白。给他啃一下骨头，来，小白，只给他骨头吗？他有他的狗粮啊什么的，但有时候我偶尔会给他点骨头磨磨牙。你看他不吃，是因为我是生人给他吃的，他不吃。他有时候要放地上，他才愿意吃。哦，这样放地上才吃。他因为是流浪狗啊，
可能以前有人用食物引过他，他一过来就打他。啊，就应激反应。所以呢，谁拿食物，他有时候很害怕，包括棍状东西，他立马就躲发抖。哎呦呦呦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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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他给我拿棍子，他很怕啊。小白不是打你的，不是不打，不是打你的哈。吓得怕了。那个小区保安说：“哎，你收了他也挺好的，人家老被人打他的时候。”就脏嘛，满身黑色，那泥巴粘在一起，我都不知道它是白色的。当时叼走了。哇，我们这个舞台真的，今天开张了，开张了。你们俩还没演过戏呢哈？没演过，没演过。你们俩呢？是。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，高中的时候大家已经懵懵懂懂，有了那种对男女的情愫的了。老师一般都喜欢让班干部啊，一人带几个差等生，他带的就是你。所以呢，高中你决定，我不好意思追一个女班长，我得等高三毕业以后我再跟她说。跟她说。没想到，高三的第二学期一开学，这个班里没有这个人了，然后这两个人就这么分开了。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了，但是有一个信息是你不知道的，他从初中开始就挺喜欢你。今天在这个咖啡厅里，你们俩在这个地方相遇了。我们有个前提，你帮一下我们。您说。就刚开始我已经坐在这儿了，我已经点了一杯咖啡了，然后他走进来点了杯咖啡之后，其实我那杯咖啡拿。做出来，但他拿走我那杯咖啡，啊，拿错了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好，先生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哎，没事，等会儿了。好，哎，老样子。哎，好。哎，给我来一杯冰美式吧。一杯冰美式。啊，热的。一杯热美式。嗯、好的，马上到。您的一杯热美式，我帮您放这儿。您的老样子，谢谢。感谢。怎么了？老样子，加糖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跟您跟那位先生坐反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先生。没事没事，你帮我拿包糖。我跟你们俩坐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重新跟你们做。我跟你换吧，我没喝过。我已经喝了一口了。你好，都给你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坐过来吧。我没认错是吧？加糖吧，是，因为是加糖。嗨，我来北京出差，我跟朋友聊好开一个传媒公司。哦，对，然后在等他。那我在这楼上上班。对，结婚了吗？没呢，没呢。没结婚呢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呢？谈了好几段吧。正常。上次见好像还是十五六年前哈，上高中的时候。嗨，对，时间过得很快嘛。那你最近好吗？
挺好的。挺好。你呢？谈好多段，现在空着呢。哎，想谈来着。就是你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你现在谈的感情，就是你找不回当初上学的时候有一种懵懂，就是一瞬间心快跳出来那种感觉。我感觉自己好久没有过了。那什么时候有过呀？初中。初中。初中我喜欢个女孩，喜欢她六年，她可能都不知道。然后有一天想跟她说来着，人不见了，想见她怎么找也找不着，从那之后再也没见过。刚想说来着，吃个饭，吃个饭吧，我请。好呀，走吧，结下账。哎，一共48。我说的是两位一起的，一块儿，走呗。谢谢你啊。小白去闻他的那个，你太厉害了，你还收了个尾。哎呀，小白太配合了。我是觉得，首先这是一个音乐植物主题的咖啡馆，啊，这个服务员的整个的状态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佩瑶上来以后拍他，老样子。哎，好，老样子。嗯，哦，这点设计一看，哦，对，老来这个咖啡馆，嗯，然后之后再上咖啡，放错了，我觉得这个设计都特别好。我给你们俩做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特别喜欢你那个就是似是而非的笑，想让他看出似是而非笑，但是能笑出那种苦，笑出那种哎意想不到。我不得不说，我很投入在那看的时候，哦，我突然觉得什么叫磕到了，这俩人我觉得磕到了。我更希望的结尾是什么呢？我不得不走，但是有微信了，我们就从此不是这个天涯沦落人了。嗯，就是拿到那个扫微信的时候，我在猜测你是给他发一个我很想你或我爱你，然后他看到这个微信一下不好意思了。老师，我带您参观参观我们这里。好，看好，来，您慢点啊，慢点。我跟设计我们去参观看一眼。好。哦。哦。是。这么一个小平台，真好啊。这能看到整个小院儿。小院子都能看到。而且在这棵树这儿，它还安了一个灯，你看。您平时在家里喜欢能晒到太阳，阳台什么的吗？有个阳台能晒到太阳，挺好的。你想在这晒一会儿吗？不用，咱们去干活。走，这儿挺好玩的。您慢点啊。嗯，我还行。这感觉好好玩啊，好治愈啊，这个。你来。小马可以让我玩一下吗？好治愈啊，这个东西。好玩。
哎呦，好爽啊！看这个泥浆走了，好治愈啊！对，好治愈，太好玩了，我就想玩这个了。我特别能 get 到你们会喜欢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马嘉祺喜欢森林啊。奶奶平时遛弯的时候会去森林里溜达。会啊，奥森公园那个空气特别好，我觉得进去就有一个舒服。宋老师之前那家也在这附近嘛，然后我之前来过的时候，来的时候他带我去过这附近的一个森林里，也是那个森林真的晚上能看到星星。哦，那个也是，就你能闻到一股氧气的味道。对对对，就那个植物好像在散发那种氧气。对，就是去那儿吸一趟氧，人都不一样。是啊，你看那地上那个小绿色的一撮吗？嗯，那就是我们自动种的那个过路黄。哦，这个。对，该浇水了，感觉是。啊，我们就第一天来的时候种的过路黄，种了三天了。嗯，对，挺好，长得挺好的，这个长得还不错。嗯，这个都要开花了，这个。嗯，你在这坐会儿。嗯，这儿设了一个小茶台，也挺好的。这可以转，风车嘛。它这是挺有意境的一个小河哈，到夏天叶子都出来了，你想这些。那住在这儿心很静。对，很安静。你们平时的工作，我们平时的工作太杂了，而且又很安排特别紧。对，你们的简直是没有这么松弛静心的时候哈，多好。然后突然有一个这种，你就每天大家一起演戏，然后喝茶，聊聊天，做做饭，就很难得，真好。我其实很早之前应该跟您就有那个，您不是演那个《相爱相亲》？对啊，张艾嘉导演的那个。对啊。啊，我之前在里面演那个小。演那个他女儿，他不是他儿子。哦，那个小孩是你啊？好早之前了，那都是。嗯。就记得好小的时候。哎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，那个你们叫个什么组合呢？那时代少年团。对，你是时代少年团的吧？啊，我看过你们很多次演出。时代少年团的前边，你们之前是 TFBOYS 啊 ，TFBOYS， 那个是我们，师兄。哦，哎，我挺爱看这些小男孩的，是吗？嗯，挺可爱的，我觉得一帮小男孩，还有那些小女生们，就是你们这些小孩才来。哎呀，这次能来这儿真是太幸运了，我觉得。这长得够长的，这些。它叫白兰地蔓绿绒。白兰地蔓绿绒。橙饼蔓绿绒。我的碰碰香。你那盆你放心，先别浇水。哟，先别浇水，我今天之内。我带着你一起换盆给他。好，可以啊，小伙子。我教一次你换盆。这么多花，一眼就看见自个儿那盆了。我一直等待他被换盆的那一天。换房子呗。嗯，换房子，希望他有个好归宿。装修一下是吧？我会照顾好你的。小西，小西，你怎么了？给他起个名嘛。小西。小西西。小西西啊。来，我教你怎么换盆啊。好。第一步怎么把它倒出来？嗯，看着哈。哦，就能整个这样拿出来。好，然后抓一把头立进去。好，
好，然后呢，嗯，垫一层土放进去，剩下的就是开始填土了，把这缝隙填的，对。现在呢，种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名词叫定根水，就是你要定住它的根，浇一次水，你去找个地方浇一遍水。一直在漏，对，一直漏没关系，放在石头那里，放石头，然后慢慢漏干净它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弟弟从来的时候这有一个豆，到今天这有一个豆，他这有一个豆。哎呀，很开心啊！我还挺尽兴的，以前没这么尽兴。一开始好像只是知道你。不了解你，在一起生活两天三天，人人了解你，别人告诉你我是谁和我告诉你我是谁是不一样的，人的魅力就是在接触之间传达。哎，你知道我觉得我最舒服的是，我以前不爱讲，我说因为有的时候讲了，感觉身边的人也不是很明白你在说什么，然后慢慢的因为输出了之后没有回馈，你就不想再输出了，但是发现。哎，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大家好像跟你或多或少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，啊，就慢慢啊，原来是可以多讲一些，多大家多聊一些。对，原来我讲的一些东西是被人听到了，然后并且能够回来一些东西。我觉得你这个话特别有价值，真的特别有价值。对，我觉得是很好的收获。对，我之前他们跟我说他小，说。你要照顾一下弟弟，就你真正接触他，你会觉得他不用照顾。对，但是就是越不用照顾的时候，觉得越比他大的时候，觉得他就我觉得有点心疼的。怎么就那么懂事儿，那么明白，那么也知道一切？我觉得还是明白点好，就至少是明白了之后可以做明白的选择。我希望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都会越来越好。你要摆哪儿啊，哥？这观众席两边放杯子，放那个。我先把另外一个拿过来。哎，我能把这个拿？等会儿，你先别拿它，你先选好地儿再拿。我个人觉得可以放在壁炉上，因为它跟壁炉的形状很像。那就先放壁炉上吧，不会有人把它给烤了吧？有可能哦。到时候一看，哎呦，这柴好烧。好，要靠这边。我出去看看还有啥活。哎哥，你困了？有一点困了。我们让船哥睡觉。睡觉吧，谢谢。没什么事情。这个，小熊。哎，小熊放哪儿？一直没找着放的啊。我有一个地方，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工作的话呀，这个地方成不成立？这不错。找个螺丝帮我上一下。卡住是吧 ？OK， 在这边来。好啦，行，用吧。你要决定用那个滋滋，因为没找着锤子，啊、所以我决定锤子不行，螺丝锤子锤不进去的。螺丝，啊，你稍等啊，您先稍等，找一个位置，你坐在那个位置去，你坐着。
这里看是不是斜了，坐着。嗯，斜了。这样是不是对了？这样是对的。好，那就得上这个位置。好的啊。大概上在这个位置左右。这儿哈。给看看啊，可能还在来，再进，再来一丢丢，没问题。我拿捏好分寸啊！好，全进。OK。完美。小熊花园那首歌怎么唱？来来来，小熊花园，一二三，走。小熊花园欢迎你。咿呀咿呀哟，走吧，睡觉。晚安，晚安，各位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Good night, everybody。生活很灿烂，自然有答案。今天就发芽，晴朗就开花，再长出长夏，做一棵植物或拥抱嘈杂，都扎根向下，不如跟月亮也说说话，聊一聊晚霞，世间忙忙碌碌的情话，阳光没变化，偶尔累了别借过休息一下，等雨过吧，再向天空，再向天空出发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关注微博官方账号灿烂的花园官微，和嘉宾们开启治愈之旅，上微博搜索灿烂的花园话题页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财经社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，美图秀秀 WiFi 万能钥匙，无他相机，美柚 WiFi 直播，土阿兔检票集团。咿呀咿呀哟，小熊花园欢迎。